我到现在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，好像在做梦一样呢。我跟你一样，你说的感觉自己像做梦一样，有没有想我？嗯，想的。刚洗完澡啊？嗯。郑总，呀，不好意思啊，郑总，你让我准备的养胃茶我已经准备好了，放在客厅了，啊，最好趁热喝。好啊，辛苦了，欢姐。丢死人了！这么害羞干嘛呀？哎呦，我怎么好意思见欢姐啊？欢姐，她早晚要习惯的。